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三明治女孩的逆袭即将于15分之4首播。日前张玉航、叶星辰、Dex 儿子子红在三立华剧脸书看起直播与粉丝互动，粉丝接两大帅哥，调皮的说两人有 CP 感，气的叶星辰表示，难怪我觉得常被你们两个攻击，那你们现场接吻好了。张玉航、子红做事一装可爱的声音护卫三明治，玩性大发的三人还表示要组女团三明治女孩，推举张玉航为团长。嗨过头的子红首张专辑就叫三明治女孩的逆袭，引来张玉航与叶星辰不以为意的嘲笑，你这是哀嚎的笑话。张玉航直播为十粉丝，三立提供张玉航、叶星辰、Dex 儿子子红在三立华剧脸书开启直播与粉丝互动，三立提供张玉航、叶星辰、Dex 儿子子红、郑嘉瑜、稍翔、廖一琼来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拍片头，三立提供。